看看天启第一功锤。哦，这把武器一定是仙族用的。体耐的话必然是仙族，没有装备啊，就卖一个空号，1158，减去111，除以三，加678，1027，31加31再乘以个0.57，加1027，1062.34啊。天启的仙族武器比较少啊，其实很多150级的武器都比这把武器好，但是很多比这把好的150武器都升级到了175。比如说那把神佑锤子就比这把武器其实好的很多啊，但是159留不住东西，而且是不可逆的。159东西升级到175级可用，但是175级有159的武器它降不回来啊。号里啥都没有，就卖这一个号，不减多好，不减的话又再加上一个37啊，1099，这门派对了1100。